我觉得哈，人不是一定要有梦想，我觉得人一定要有行动，你觉得呢？行动当然是很重要，但是我有时候还是觉得天时地利人和更重要。我还是认为行动多过重要这个设定梦想。可是我突然间想起周星驰讲的一句广东话，如果人没梦想的话，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呢？